今天我找到了一个超级简单的瘦肚子方法，只有两个动作，一周腰围减7厘米。一、三、四、五，或者是吗？マイナス8000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。今天这期视频呢厉害了，前几条视频每一条视频的评论里面都有出现一个非常让我刺眼的字，吃吃胖了。真的胖了吗？当然我胖不胖这件事情直称体重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心里知道的非常清楚。我刚开始录视频的时候呢，我是在减肥期，体重在142，我现在的体重直逼160。我是一个365天里面有360天都在喊着要减肥，然后真实的减肥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2天的一个人。我买的瑜伽垫也变成我的太空背景布了。我是那种完全体会不到饱腹感的人。今天我找到了一个超级简单的瘦肚子方法，只有两个动作，一周腰围减7厘米，这合理吗？今天就来帮大家测一下这个方法。我们要先聊一下自己的腰围和我们的肚脐围。前方真实的高人，3、2、1。开屏暴击，非常非常大，而且一点肌肉都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恶心到你了。好，大家看我的腰围差不多是在，我的肚脐围是在。所以说呢，这期视频呢会是一期持续一整周的 vlog。我在这个之间呢，我会控制我的变量，照常的吃，看看这个瘦身操到底是有没有用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首先第一个动作是双脚60度打开。双手合十，然后呢垫起脚尖，坚持5秒钟，5组，1、2、3、4、5、1、2、1、2，最后一组1、2、3、4、5，简单。接下来这个动作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，两个手往里侧，然后呢挺直身子，膝盖向外，1、2、3、4、5，轻松到我不相信他会瘦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训练就结束了，我们明天见，姐妹们，第二天没开始。我就是下一个周六也，你做好准备了吧？大家，紫燕百味鸡的这个藤椒鸡真的是太好吃了，绝了！我不得不说，这个猪头肉也好吃，我本猪头超爱他们的猪头肉，哇塞！行了，这个大15秒，我先去穿条裤子啊！等一下，这样子吧，今天是第5天我做这个操，然后呢发现了一个很惊奇的事情，做久了你这个肚子会这边就是感觉肚子很胀，然后感觉肚子和就是整个凸出来，就这边会有两条线，你懂吧？做这个操5天，我什么饮食都没有改善，我发现我这样坐着就没有那个紧绷感了成功在望，坐在位子上就感觉自己很轻盈，躺在床上的时候觉得自己肚子是凹进去的，前所未有的感觉。请你化了美美的妆，因为我觉得我要瘦啦。啊，最后一天，我今天小美妆了一下，然后我现在非常的激动，然后我们把最后一天的工作做完，美美的量自己的肚围，好吧？好了，让我们来看看我的减肥成果。感觉视觉上看是有那么一点差别，好。哦，哇，有看到吗？我的肚脐围现在是差不多88，不多，但是好满意哦。再看一下肚脐围，姐妹们。
5公分，在弹幕里面，在评论里面，不要叫我小胖子，好不好？我应该有一个新的名号，叫做小苗条。总结一下，做一个礼拜，我早中晚三餐正常吃饭，作息啊什么都没改，虽然还是很肉，但是我感觉这个成果真的很明显了，好不好？每天我差不多就花了3-4分钟去做这个东西。哎呦，我一直是一捡到宝喽。好，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完美身材在向我招手哎。那喜欢这期视频的姐妹们，记得要给我3连哦，谁3连谁瘦10斤。我是，拜拜，祝你暴瘦。